继续手镯，黑五戒，黑五戒，好好好，来，要，这些手镯就是一样，一句话，你要买很困难，因为主要它很有限制，它有手镯圈的限制，你要卖有时候也是要找对人啊。哇，这个车轮胎，56.8，这个750。九折，这些就是 very special 的，很特别的。对，这也9折，56.7克，56.7寸，9折，这些很特别的。你要买是买不到的，你要卖也是要找到对的人。880，56.7，这是对，它不是很那个的，就是这个很罕有的，56.7，880。我们上次卖了一个。两个，一个，一套啊，对，就反正这些就很，哎呀，好重，哎，轮胎的重。那这几个就53圈，这几个，53圈，599，现在就550了，550。本来599，现在550，50.7圈。那这个总非常好的，总非常好，550，总非常好。它的缺点就是圈口小一点，如果圈口大，这个要接个零的。56圈，599。很特别的，52.5圈，小圈，可是质量很高，550，真的买不到的。你看这些很漂亮的，就是要遇到对的圈口，很冰，非常冰的。如果大圈要接一个零，都买不到。这个54圈，599，对，下550，54圈，很冰。然后这个哇，51.4，550，这些如果。圈口大，这个是接个零都买不到，非常特别，可以不用带，就是拿着来玩收藏，那这个很有意境，很特别的。哇，这几个真的非常重，重量级。今天卖了一个鸟巢，就是我们。来自媒介大院的中青，对，来自佛罗里达，我们不讲他的名字了，就鸟巢，对，好，这个就52圈600块，这个就打个85折，这个很好的。这个也很有意境，很特别，600块，52圈，850，很特别的这个天眼红，这个哇龙啊，龙兔珠，650，850，55圈，很有意境。50几圈的，这个51圈啊，哎呀，这个几号？要先好像要不止51，54还是多少？这个这待定了 ，OK， 399，8折，1500，圈口
55圈，那这个很有味道的，1500九支，高质量。你看这爱不释手，这些会卖的能卖几千块的。和田玉353圈，八支。52圈，哇，特价350，很绿的。54.5，1300九支，这些都相当好了，有带绿。还有啊，这两个不要啊，600块，52圈，八支，54圈，竹子的，54圈，特价280的，没写价钱，我就大概。600块，52圈，哦，这个刚才剥过了，剥好了，弄那个。600块，55圈，八支。我刚才记得，对。所以就是每样东西我们都要看它什么优势，这些也不是说它有多漂亮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性价比很高啊。55圈特价，150，就是性价比，就是都甩卖了啊。这个380，八只，55圈，竹子的，我就说当时我是竹子的，都有一批一大批，然后卖了一部分，剩下就随便卖了，嗯。依然的过啊，自批翡翠，它的优势就是性价比高。这个其实不错的，1880几圈，55圈，1880，85只，你看，很干净。干净，这个是52圈，这个就99块了，99块，甩卖价99块，大家有兴趣就那个，嗯，380，这个和田玉53圈，和田玉。那这些都有一顶，这就我做了20几年，就是哎呀，每次。买的东西就680，55圈，八只，就所以来自不同时期的啊，来自不同时期，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们卖很多这个雕工的镯，就是卖了很多，然后就每个时期1300，55点，这个就哇，这个九只都很好了，对，这现在都。2000多都买不到了，你看很猴笋，很纯。都可以出证书的，没问题。57寸，这个就特价120了，120。这个56圈，56圈，特价190，55圈特价
99甩卖价，甩卖价就是50圈500块56圈399399。56圈199特价了，199就已经最特价了。那这个也是竹节199，都是很早之前的，就随便卖了。56圈，这个哇，其实很有味道的，有骨的味道。399，56圈，399。53圈。哎呦，这个也挺好的，山水画一样。53圈，299，很特色，299。200块，现在150呗，56圈，55圈680，680，850。这个相当不错的，好，再来播这几个，然后就播其他的。哇，这个1000块850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哇，现在是买不到这么漂亮的。54圈贵妃镯，也可以。嗯，55圈，这个就60块，60块。500块，55圈，500，本来500，现在350了，350了。然后这个55圈300块，就现在199了，199。54圈，本来499，现在299，299。哎，这边很好，那边就。差一点，对，反正我没有说它有多漂亮，就性价比高。55圈199，都是甩卖价，有几只还是可以的。300块，54.5，199，199，甩卖了，甩卖价。54圈，这个金钱的味道。299，好的，下一节就播珠扣，因为有朋友想播珠扣就播，对，大家最好说想播什么我们就播什么。199，55圈。这个55圈也是特价199吧，199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请订阅频道，可以接我的微信，或者接客服的微信，接他的微信更直接，谢谢大家。